这不你画的小孩吗？认识他人都知道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九号球员。刘唐啊，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，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你谁啊？没人跟你说过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吗？这本是你的，这歌词是你写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在帮你呢，小杨，赶紧啊！这小女生的东西又土又没心意，我要是想要，要一大把。那曾该面对不舍的别何顿，你这样说了一个晚上啊。不行，说啥来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记下来了。念手机就太没有诚意了吧。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，你这花衬衫我看着眼晕。总而言之，我真不是故意说你那个星星冠不好看，我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言不由衷，我心口不一。所以您就大人别记小人过了，你就当我年少无知好不好？年长了也没见你有长进啊。我咋？哎，你总得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。你看你初恋没了，那要不我把自己赔给你。你要真想补偿我的话，你现在就给我让开，我九点还有一个预约，别挡道。哎，老钱，你听过一个段子吗？没有。什么态度？还想不想我支持你了？什么呀？你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，特别像人家说的那个追妻火葬场。什么火葬场？追妻。打个比方说，一个男人一心想要追求他曾经失去过的女人，那这个男人就要花费比以前更长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她，而这个漫长又艰辛的过程。就是追妻火葬场，我追妻，不然呢？天天鞍前马后跟着我们家老贺跑，你不追他，你吃饱撑的呀？我那都是为了节目。好吧，没救了。追妻。